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FBOYS 王俊凯。今天呢，很感谢大家来看我的直播。然后今天我会带来很多欢乐的歌曲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跟我一起唱。我做了那么多改变，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。我多想你看见。第二首歌我要唱一首周董的歌曲，它叫做《听妈妈的话》。说到周董，我也觉得杰伦哥是特别暖的一个人，因为我曾经在后台遇见过他一次，然后特别特别帅，然后人也特别热情。后来周董给我们写歌，我也是特别激动的，特别开心的一个情绪。当时我记得我刚是那个毕业，刚是初中毕业，对，我特别特别不对，对呀，是高一的期末考试，对对对，高一的期末考试，当时期末考试一完了，然后我就得到了这个消息，当时特别激动吧，直接就飞奔回家听那个歌，特别好听。别让他受伤，想快快长大，才能保护他。那好像还有一年就要高考了哈，那有没有什么未来的打算？未来打算是什么？我觉得未来就是，好好唱歌，也要好好演戏。要好好的去学习其他的东西，对，也要好好的陪伴自己的家人，这样希望有一场旅行是最好的。你还要我怎样，要怎样，你千万不要在我婚礼的现场，我听完你爱的歌就上了车，爱过你很值得。我就是灵魂歌手，我的世界将被摧毁，也许颓废也是另一种美。哇，太好了。还记得你说家是为你城堡，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，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是要不要缓一会儿，还是继续？继续嗨得很，我跟你讲，厉害！唱歌就是要嗨起来。我们。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，分开或许是选择，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啦啦啦，种太阳。啦啦啦。种太阳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种太阳，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。我像个孤独患者，自我拉扯。今晚就是大家都想听我唱《摩天轮的思念》。霓虹的绕一圈，我们就要分别。我给的爱停在能离开的瞬间，在自由自在的角落里吵吵闹闹，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。大家都在刷晴天，要不就来一段。没想到失去的勇气我还留着，好想再问一遍，你会等待还是离开？好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吧，下次美拍直播希望还有你在哦，我们不见不散，拜拜。还有我要预告一下王源跟千玺的直播，希望大家也能够去参加他们俩的直播，因为也是非常的有趣，非常的好玩。是的，就这样吧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